请问台股大跌，那国安基金是否会进场？各种冲击，政府都严密的注意，都相对的因应。因为疫情和战争的影响，全世界经济都受到波动冲击，所以我们都会来看到各种因素会影响股汇市，但我们台湾整体经济基本面是良好的，各种冲击政府都严密的注意，都相对的因应。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，蔡总统和院长九月的满意度都有所上升，尤其不满意度大幅下降，那对于年底选举是不是更有信心？国家施政方方面面要照顾国民非常非常多，很难获得各方面都满意，对于肯定我们非常感谢，还要再精进，对于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谦卑检讨，看还能不能做到更好。而相关的这些支持都是给行政团队公务人员最大的肯定和温暖，是继续加油最好的动力助力。